线上的要从哪里开始啊？你就点 F 画，你就可以看到。随便点一个地方。哎，你可以点出去。哎，他点出去了。他可以啊，为什么不行？你好，我在前面打。真的很感谢这个亚太艺术协会能够在文化部的一个支持之下带给我们这些孩子这么特别的一个艺术欣赏活动，尤其在现在疫情的影响之下不能把小朋友带出去艺廊，但是我们透过这个 VR 的一个虚拟实境将这个艺术家像这一次那个赖良美智还有李庆美的这个作品来带到我们学校，让我们学校的孩子能够透过线上透过 VR 虚拟实境的方式来欣赏这样的一个作品。我觉得也很感谢这么多有心的厂商及赞助单位的一个协助。这一个东西你会把它保存起来锁在自己的一个罐子里面，其实它等于是说一个拟人化的一个效果。我想要问一下，在座的小朋友家里有养宠物的，请举手。我之前有养，之前有养，或者是想要养没关系，或者是以后未来有可能想要养的也可以。好，谢谢。手放下来。那等于是说，我们这个班级里面大概有占了三分之二的小朋友都很喜欢动物。